好，我哋全部一齐开，我哋今次唔搣牌啦，点位三星，恩基，哇，四星嚟啦，再开啲嘛。今日同大家玩嘅游戏就系三国 play 啊，咁啊会喺呢个君临天下嘅伺服器入边，有兴趣可以入嚟一齐玩，解一个任务先，咁啊地图见到有个新数啊，咁呢啲咧就系我哋要解嘅任务，进入战斗。 好啦，咁佢玩法呢就系咁右下角最大咯，呢个就普攻啦。咁啊，连到差唔多之后咧，咁佢再开过呢、這个，就可以发动连斩成功啊！连斩成功会加我哋嘅普攻攻击速度啊，所以呢，係打怪嗰阵时有必要揿呢、這个，等我哋清怪清得快啲。跟住见到个星星，五星呢个呢就系召唤嘅必杀技，哇，个五星出嚟。咁啊，大家我而家用緊嘅就系四星召唤同埋四星许住，系我头十抽抽到返嚟噶，开个镜先。 咁啊，有四星嘅角色啦，咁一开始打到第三关咧，应该都系冇问题嘅。然后超型啊，召唤，咁啊，如果行得远嘅地方咧，佢就会骑马啦。大佬，算剑啊，开个五星阵，哇，超劲！你睇啲雷电劲到咧，啲画面靓到咧。你阿华，许住，耷落地。嗱，许住肥仔嚟嘅，但系咧佢嘅攻击速度慢啲，啊，每一下攻击力非常之高啊。开翻召唤出嚟。 再开个五芒星阵，诶，系咪叫五芒星阵啊？五星画个五星出嚟，跟住就 KO 咗佢啦，好型啊！啲招式，胜利三星哦，冇人死嘅话呢，时间打得够快呢，就会攞到三星㗎啦。返嚟主画面，大家睇下呢个游戏仲有啲咩可以玩啊？就係我哋可以起嘢啊，咁啊，例如农地啦，咁啊起一啲。 呢个系咪物嚟噶？呢个系生产铁嘅。咁生产嘅呢啲嘢有咩用呢？就系攞嚟扩建我哋嘅主城啊！见到扩建咧系需要啲物啊，需要啲铁矿嘅。咁当你扩建嗰时咧，你系需要选择一个武将去揼嘢揼呢个建筑物啦。咁啊，如果你揀啲耐性较高啊，佢会缩短你起嘢嘅时间。之后轮到呢个游戏，我非常之中意嘅一个环节啦，就系单挑啊。咁啊，呢个单挑有啲似 PVP 啦，但系同我哋头先见到嘅战斗画面完全唔同啊！我哋揀一个嚟决斗先，佢哋系一对一。 只抽只，但系唔点讲啊，佢有少少系睇运气嘅，跟住仲要睇佢嘅被动技能，睇佢单挑呢个角色单挑劲唔劲啊，咁你派佢单挑又好啲喺上面啦 ，VS 两条血量，然后召唤吉佢，吉佢一大半嘅，咁呢个其实会随机嘅，冇话真系我见过佢咧，我就会系咁吉佢嘅，有机会佢系咁吉我都唔定嘅，但系因为佢唔够我劲咧，所以佢吉我嘅血量就唔够高，哇呢下必杀技，一嘢吉咗孙坚落地啦，跟住到第二个孙权。 如果我一个挑佢三个，哇呀哇，啲人吉爆佢啊，好劲啊！召唤，不会后悔后悔啦你，跟住 B 级嘅呢只咩嚟噶？元宵，诶吉我都几痛下，必杀技啦，爆发，哇，武力257啫，我你见到我，但系佢系231，佢都俾我一面到咁样揿住嚟打，佢想必杀技啦，哎呀，召唤俾人吉到啦。 咁啊，呢个就系我头先所讲嘅一少少运气成分啊，所以真系武力咧唔系一定嘅，要睇翻佢嘅被动技单挑劲唔劲。啊，咪挑人咗，排名升咗啦。然之后有个叫做乱世英雄榜嘅，佢会逐关逐关打嘅，但系你用过嘅武将咧就会唔可以再用啊。我咁样拣一关先啦，佢系一叻一叻七叻，咁我拣个十叻应该够做噶啦。 咁呢个三打三呢，有一个特别嘅玩法嘅，就系你组队呢，其实系唔同人物有唔同嘅加成嘅。咁呢个一阵间我哋打完呢一场再俾大家睇啊。所以咧呢个组队系好重要嘅，即系你啲角色呢，其实要抽返啱你嘅国家啊，有啲系有感情啊，有啲系兄弟啊，有啲系主公啊，再加大将之类嘅，咁咧佢哋有关系呢，佢有啲加成嘅。 咁个组队加成喺边度睇呢？就系我哋揿武将，然之后揿右边嘅缘分效果，咁就可以睇得晒所有嘅组队究竟边个同边个组有咩关系。咁样例如最顶我噶啦，关羽、张飞、赵云，蜀军嘅主力啊，咁又会加15% 嘅物理伤害，然后会减伤10%。跟住右边呢，就可以揀一般啊单挑啊国家啊，咁啊其实如果你国家用同一个属性嘅话呢，又会加多例如睇蜀国啦，咁啊加多8%， 再加埋头先嘅召唤张飞、关羽，咁啊其实即系话我哋总共系有物理伤害加15%， 再减伤10%， 再加血量8%， 所以点做呢都系一个策略啊！咁单挑就另计啦，单挑就讲你每一个角色有啲咩特别劲嘅被动技。咁登录牌呢度咧可以睇翻而家呢个版本究竟有咩嘅三国人物可以使用得到啊！咁啊暂时见到最高系四星啦，咁啊例如诸葛亮啊、张飞啊、关羽啊、吕布啊呢啲应该系比较劲嘅，得佢哋有四星嘅啫。但系我哋睇到教学其实佢哋可以升升升到去5星嘅。 哇，关羽好型啊！佢哋嗰啲盔甲好想要呢隻啊，吕布反而冇关羽咁型喎。嗯，大乔唔错唔错。
所以即係咩呢，即係我哋係要嚟抽嘢啦，我哋唔抽邊有得做啲咁勁嘅隊伍啊，係咪先啊，每一日呢有個免費抽嘅兩星至四星，我哋試下先。華紅兩星，哎呀最渣嘅。嚟囉喎，第一次嘅十年抽。任務完成，長期富豪。我哋有啲咪一咪牌喎，禁實佢。藍色。好。藍色。藍色係咪即係兩星，我哋開一個嚟睇下先。張角係啦，兩星。又係藍色。欸，紫色。紫色。紫色係三星啦啩。因为我自己抽过四星嘅，所以应该系金色先系四星咁啊！呢一次十年抽冇啦，应该系啦。哇！我嗰次十年抽抽到两个四星都系几好嘢喎。好，我哋全部一齐开，我哋今次唔咪牌啦，点位三星恩基，哇！四星嚟啦，诸葛亮，老朱你嚟啦！哇，熟过我抽到好多正嘢喎，熟过我可以玩熟过喎。不过其实如果我要劲呢，其实要抽多一隻诸葛亮去将佢升五成，或者抽赵信。咪赵云。第三次嘅十年抽。我哋一样啦，直接全部开晒啦，唔咪牌啦。两星两星两星三星。哇，颜良插咗四支旗好鬼型啊，觉唔觉？虽然佢本身个人唔系好劲，哇！一个四星都冇，第几次啊？第四次，系咪第四次啊？定第三次啊？有冇啊？我爆啲金色嚟睇下先啦、啊。喂，最后一张啦，哇！唔中、啊，仲有两次，真系啦，而家第五次嘅十年抽，暂时得一隻四星嘅、啊，有少少牙烟。我见到右上角有啲成就啊，系咪我哋抽到好嘢嘅意思？我见到个国系咪我哋抽到吴国嘅四星啊？定系收集齐咗啲嘢？喂，唔好咁啦！最后一次啦，俾多只四星嘅我好唔好？我今次要咪牌，我要一样，我要进化五星，俾只赵云或者诸葛亮我。蓝色，蓝色，蓝色，紫色，紫色，两个紫色啊，冇金色啊！啊！咪牌已经见到晒啦，唔会紫色变金色啩？诶、欸，我回完任务又可以抽多十年抽啊！最后终止啊，第七十抽，俾只四星我，我今次全开啦，唔咪，爆金爆金爆金，三星三星两星两星两星，爆爆爆爆爆，我爆啦！留俾曹操。三星，本身个人唔系好劲，喂，一个四星都冇，喂，最后一张啦，喂，唔好咁啦，爆，爆，我爆啦！咁最后啦，咏春正宗联盟现正招新，只要 search 咏春正宗咧，就可以加入我个联盟啦。咁加入有咩用呢？就可以去访问自己嘅盟友，然之后帮佢起嘢，咁会送翻啲嘢，同埋送翻嗰、那个能量嘅药水俾你。追求联盟咏春正宗正在等待你嘅加入。我哋今集嘅影片拍到呢度先。准备加上门下低啲朋友可以揿个订阅掣，订阅个频道。如果想睇更加多直播嘅话咧，可以 follow 翻我嘅 Facebook 粉丝页，有直播嘅时间表通知翻俾大家睇。我哋下集影片再见 ，support。